这里呢是一个超级大型的电子游艺场。今天是周五，没有多少人来，所以今天太无聊了，就过来看一看。另外呢，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。哦耶！突然发现有一个，这个是三爪的，三爪的貌似应该比较好抓一点，所以我再试一下这个。整个是一个骗局，因为他上来的时候他是往上走的时候才这么抓，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抓到的时候他已经上来了。来个投篮机吧，怎么样？147已经打破了这个季的最高得分记录。Yes。
DK Jungle。这是我，这是我。哦。完胜，完胜！我已经领先他倒数第二，没一圈了。你看，就赢一分，他就赢一分。这里边竟然有一个网吧，有人在里边上网打 LOL 英雄联盟，太没有生活了，在外面打英雄联盟。都是骗子。对面是我经常吃饭的地方。距离上次来这个地方呢，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了。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不太好的回忆，但这一次呢，又准备来一次。刚才在店里呢，本来想找我之前一朋友，他开了一个
咖啡店，结果刚才去了之后已经发现这咖啡店应该已经不再运营了，所以说生意的投资成功与失败就在一瞬间，其实没有多久它就结束了。Oh shit， 山西面馆变成了西北楼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非常非常特别。大家看这个 ，Well， 这是一个蛋糕 ，Mickey Works TV， 这是我的名字，两天前订的，啊，就为了今天把它取出来。Wow， 呀。Very nice， 这是我的生日蛋糕。没错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谢谢大家啊，对我说的这个心中啊默念的生日快乐。非常感谢大伙，也希望呢你们有一个愉快的生日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每次到了生日的时候，总是我不是特别开心的一天，因为我过生日的时候，其实每个人过生日都是这个样子，我又老了一岁，老了一岁呀！而且呢，因为啊，从六年前开始出国到现在呢，已经有六个生日啊，没有跟家里人一起过了，因为家里人都在国内，国内奋斗着，生活着。然后思念着我，但我呢，因为本身啊需要在这边继续奋斗一下，不能就是灰头土脸的回国，是不是？所以一直就没有回去。在就是去年前年的时候回去那么一趟，还是过年的时候。但我这个过生日啊，每次都是特别，我这生日日期真的是很纠结的。在我上学的时候，啊，每次要么就是，一到生日点儿在学校补习。一到生日点我在外地上课，一到生日点总是有事儿。几乎啊，从我12岁之后到现在，几乎没有过过一个特别像生日的一个生日，至今依旧如此。因为我一直觉得生日是一个，告诉你我老了一岁，你老了一岁 ，OK， 你离死不远了，哈哈。于是乎呢，我对这个生日啊非常的不看重。也没有告诉很多人我生日具体是什么。一般生日呢，我是跟家里人一起度过的。但是出国之后啊，真的就很困难。但是没想到还是有人非常有心，送了我一个生日礼物，在这里。让我们拆开它看一下，看这个形状，这叫做生日的拆封，这是我的生日礼物，打开。哇哦 ，Yeah，Nice，Very nice， 看来是非常了解我的人送我一个 Apple Pencil， 看来是知道我之前把那 Apple Pencil 卖了，然后后来觉得我可怜，再买了一根给我，有意义，太有意义了。虽然我每次过生日的时候，没什么大的场面，也不请朋友吃饭，也不喝酒，也不唱歌。但是我永远会犒劳一下自己，于是乎啊，把之前赚了一点钱呢，然后又卖了点东西，犒劳自己。于是乎，我买到了一个之前一直想买的。哒哒哒哒。这就是我的生日，要过的安静中带着。澎湃，我是米哥。Happy birthday to me！ 好，在我生日之际，给大家弹奏一首单手。
parts from unknown brand and make. There's gonna be a lot of stops and starts, both good and bad mistakes.